空拍镜头，翠绿山头秃了一大片，冒出了阵阵闷烧白烟。这把山林大火，火烧第四天还在持续闷烧，火越来越大，都完全没有熄灭的感觉。将时间拉回四号当天，苗栗大湖山区靠近知名景点天空之城，山谷间窜出火苗，从远处明显可见浓烟窜天，到了深夜烧亮整片夜空，甚至有十名警义消因为吸入大量浓烟紧急送医。四号中午起火，由于地处偏远，抢救不易，隔天紧急出动空勤直升机，来回20趟高空洒水扑灭明火。上午8点多，火势控制，但幅员广大，仍然持续闷烧。火烧第四天，追查原因疑似是私人地堆放大量废弃木材酿祸，与地主脱不了关系。非合法处理场所，故堆置行为人及地主均涉及非法处理废弃物。私人土地堆放大量木材废弃物，疑似非法处理，违反废青法，最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罚金1500万。山林火警违反空屋法，地主则因管理不当，也将面临最高10万罚锾。记者钟正。前经纬中吴鹏兴苗栗报道。